我们两个原本是初中同学，一直保持着联络，直到两年前在朋友的撮合下在一起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甜蜜，他很体贴照顾我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暖男。可后来我总觉得他的心里并不是真正的有我，我总觉得自己走不进他的世界，他不让我见他的朋友、他的父母，甚至做一些重要的决定也从来不过问我的意见。这样的爱情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走下去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超22岁，来自安徽；女嘉宾小倩22岁，同样来自安徽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啊，欢迎两位哈，初中同学是吧？嗯。现在谈恋爱几年了？两年。你们俩现在是同一所学校吗？不是同一所学校。在同一个城市吗？不在一块，但是就是后面就是大四前一段时间就是实习嘛，然后我们也就回老家，也就在一块了。就之前大三一段时间是不在一块的。哦，就是也异地过是吧？啊，对。今天谁要来啊？我要来。要干嘛呀？刚开始我跟他处的时候不是异地嘛，就觉得他挺不错，挺关心人的。但是到后来我就不在异地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他真的在很多方面他都不在意我。哦。然后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。那你来干嘛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俩老是分分合合、吵吵闹闹的，然后分也分不开，我也是挺纠结的。哦，分也分不开，合也合不了。啊，就是这样。怎么了？你们分过几回手啊？他和我之前也提过两次分手吧，就两次了啊。嗯。今天你为什么来？是他非得要来这边来的。哦，来说说吧，怎么了？刚开始我们在一起，就是都回老家的时候还行，他都每天都会给我，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就给我准备一杯热水，因为他知道我胃不舒服，然后还给我准备一份早餐粥，就是每次跟他早上出去玩的时候。嗯。但是到了后来，就是很多事情就浮现了，就发现他真的是心里面没有我。哦。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家境都不错，虽然他现在都是学生，但家里面都是还行，但他都是对我特别小气，对他的朋友都特别大方，还有对他自己。哦。就是我们俩不是一起出去玩，是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每次吃饭吃着吃着他就不见了，他就各种事情就走了。哦。最后都是我买单的。是每次让你买单吗？其实也就那么几次好不好？啊。然后咱们也是说好，之前都跟他说好了，就是什么在一些高消费的地方就贵一点的，我请他吃嘛，对吧？男生请女生，那便宜点的，那有时候他给了就给了呗，那至于像他说的那样吗？哦，不是的，我们在一起没几次去搞那种高消费，都是一般小餐馆，真的都基本上都是我付钱的。这个高消费还是低消费由他说了算是吧？对，就是他说他，其实我大部分都是我付钱的，就不说这事了吧。还有就是我们不是互相送礼物嘛，他送我的都是那种高中生送的那种小礼物，什么小卡片，然后小巧克力这样的，不就行了吗？可是他要求，就我每次给他送礼物的时候，他都让我给他送一些名牌，然后他有要求的，不是要求，就说他想要那些。就是我觉得你说送礼物嘛，就是说心意到了就可以，对吧？体现你心意。我问你喜欢什么，你就随便。那我自己就想一想，那我也花心思。我觉得送巧克力什么都挺甜蜜的，也挺好的啊。然后你送我东西，你就问我喜欢什么。那当时那新出那打火机，我挺喜欢的，我就跟你说了，你买给我挺开心，咱开心不挺好的吗？你至于那个礼物价格高低，你就那么计较吗？我不是介意礼物价格高低，这就是一个代表心意的嘛。啊，但是他就是送我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他心里面就不在意我。哦、啊。还有就是、他有一次约我去那个武汉看演唱会，他说他什么都是他来安排，我也是挺放心的。啊。结果我到那个地儿，他给我弄的那个住的地方就是那个小旅馆，不挺好吗？那个卫生间都有味道，特别重的味道。然后到半夜12点都没有热水，只有冷水，害我洗的都是冷水澡。哦、啊。吃的也不行，也都是那种地摊呀，就没有名气的小餐馆，卫生都特别差。不是，那你想怎地呢？你又不挣钱。但是他喊我去玩的呀，他就有必要搞那么差吗？咱们都学生，也没什么固定经济来源，对不对？那出去旅游，那你还请他去旅游？那就有时候搞，那总得追求点精神享受吧，那也得出去吧。完了住那个，我订那个青年旅社，其实就是卫生间条件差点吧，那住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吧。然后咱吃的东西，咱去那干啥？去演唱会是不是？
你就非得去吃那些好吃就高消费的地方去吃干什么，咱随便吃点凑合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我没说要什么非要高消费，就稍微环境好一点嘛。你说我们吃的不行住的不行我也就忍了就算了、咱们去是看演唱会的，可是他呢，他给我订的票是看台票，不仅是看台票，而且还是最后一排的看台票，前面那些粉丝都拿着那个什么皇冠灯在那里喊呀，然后站起来了，我在后面我压根就看不清楚舞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、然后音乐的效果也不好，我都不知道我是去看演唱会的还是干啥的。你的意思就是他很抠门呗？他有什么事儿对你抠了？就是他不仅对我抠，他对我的闺蜜还都特别抠。他对你抠、当然对你闺蜜抠了、他要对你抠对你闺蜜不抠就麻烦了，就真麻烦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你看怎么了？我就说带他见我闺蜜，给他们介绍一下嘛。然后我就订了一家人均100多的餐厅这样，然后结果他知道了他就不高兴，在吃饭的时候甩脸色。为什么？那次吃饭就是他也没有很提前跟我说，我也没准备，我去了以后他那些闺蜜我一个都不认识，然后他们在那聊天，感觉我在那坐着吧，他们聊天还挺拘束的，我去那旁边取快递吧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买单了吗？那我没买单，就饭钱也不贵嘛，就700块钱，饭钱你饭上跟我斤斤计较吗？我不是纠结这个钱的问题，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主人，他们是客人，就感觉他是有脸色走的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特别尴尬。然后你说以后我跟我闺蜜们相处，还怎么站得起来呀？脸都没有了。那你也犯不着当时因为这个事儿，他跟我生多长时间的气啊？好长时间都不理我。我费好大功夫跟你道歉啊，然后怎么着你最后才跟我和好的呀？可是和好了之后我就发现他真的是越来越不在意我，也不在意我的心意。我给他买了什么手套啊手表呀、全都给弄丢过。那次我给他织的那条围巾都是花了我好长时间2-3个月的，他直接他也给弄丢了，真的很伤心。围巾呢？围巾呢？我围巾我也不是故意丢的，那确实后面我也找了找不着了呀，当时也想了一些地方回去找了，也不是没找，是不是？你就说那你愿意收拾，那我就是不觉得那挺麻烦的啊，这也都放盒子里边，到收拾那家里边到都是盒子了，那我觉得那就也不好呀，你这是不是强人所难呀？他说的都是一些借口，他就是心里面没有我不在意我，他不在意我的心意就算了，他还不在意我呢。就上一次我过生日，我在家待了一天，我闺蜜约我出去玩，我都没去，我就心里面想着，他可能还在给我准备什么礼物、什么惊喜了。结果礼物没有，惊喜没有，连人都没有，一句祝福语都没有。那你还不跟他分手啊？那我心里面有他呀，还是我给他打电话的，然后结果发现他那个时候正在外面跟他的朋友一起喝酒，随便跟我说了一句生日快乐，然后随便说了两句话就挂电话了。那我当时电视里面不跟你说生日快乐了吗？我就觉得你这过生日的东西，你小孩过一过玩一玩算了嘛，大人你过不过生日过不过都可以嘛，无所谓的东西。人家还是小孩的。哎呀，你说他都说成年了嘛，都是成年人，你说那都是你过不过生日你是不是都长一岁啊？那真是在这儿吧，你不是不过生日你就小一岁吧，那不过生日还行是不是？你过不过都一样。那你谈不谈恋爱不也一样吗？那不是，那有啥不是呢？那我跟他在一块就挺开心的，没什么其他的，我感觉。那人家不开心呢，过个生日也没个祝福。这也是他有时候就耍小性子，其实也没啥其他大事。不是我耍小性的问题，我就是想着跟其他的正常的情侣一样过过，像他们都过什么情人节、纪念日之类的，我就不说这些了。我就过我生日，你人不在，你连我生日你都记不住，你就是心里面没有我，你才会这样。所以你就走啊。然后对呀、我那个时候我就真的那是很伤心，我就第一次跟他说了分手。可是他听到我说分手之后就去学我特别喜欢吃的菜，然后还准备了烛光晚餐。我当时心里就想着他一个大男生还学着搞这些，说明他还是对我有心里面有我的。明白了，你不是说谈恋爱就应该平平淡淡吗？干嘛搞这些乱七八糟的？女生生气了那不得想点招？也就是说你还是懂是吧？你也会是吧？你只是不想是吗？这不嫌麻烦吗？你看姑娘，你看嫌你麻烦，你看那没办法了。他就是心里面没有我，反正他那次就是没你你就走啊。因为我心里面有他呀，他也跟我和好，而且态度还挺诚恳的，就一直跟我道歉啥的。然后我就心软了，我就原谅了他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有更过分的事，就是我跟他一起出去玩，我就用他手机去拍照，就无意中发现他手机里面竟然还有他那些前女友的照片。我就拿着手机问他，我说你怎么还有他们照片，你留着干啥？然后他就
乐呵呵的无所谓的态度，而且还不删之前女朋友的照片。那说白了不都是之前的事情吗？你咱们俩现在在一起跟之前那些人有关系吗？跟咱们现在关系没有影响，我放那放就放着呗，你非让我删了干啥呀？哦，好，你说没有影响，他不在意他们，那他为什么还要把那些照片给留着呢？问他，你就是心里面还有着他们，就是想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还能和他们勾搭勾搭。反正我那次真的特别生气，我就感觉他就是心里面没有我、啊、我就又跟他分手，我就说咱们分手吧，这就对了。但是呢，他听到我跟他分手之后，他又态度特别诚恳啊、嗯，就过来跟我说和好之类的，还当着我的面把那些照片给删了。我就心里面想，他……哎，你这时候为什么删呢？生气了，当时那不删咋能怎样？都要分手了，那不得……你没备份吧？我没备份，我就当面都删掉了呀。哦、然后那从相册里边删，那不都清空了呀？当他面都给清空了。你看，也还行啊，所以你又回去了呗。对呀、啊，我就心软了，看到那样我就又跟他和好了。啊，那你现在来干嘛呀？之后我就发现他手机里面还有跟其他女生的一些暧昧聊天信息、哦、而且还带着他们去吃饭呀看电影啥的。我跟你那些女生有时候聊得来，聊顶头机的，你加个 QQ 微信啥平时聊聊天，这很正常嘛，那不能就只咱俩聊天吧，是不是？然后聊的内容其实也没啥东西，然后你就是占有欲比较强，见不到我跟其他女生聊天啊。什么我占有都比较强，就是你跟他聊天我都看着了，还有去看电影干啥的，不都是情侣之间干的事情吗？你没有女朋友啊，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一起去看电影？你说那不能什么事都咱俩一起去吧，那总有点私人空间，其他跟其他朋友出去玩，那出去玩现在也没啥玩的嘛，吃个饭看个电影都很正常的嘛。你就是这样，你一点事你就拿着说，我那出去还能干啥？你告诉我，那看个电影什么的，电影院那么多男女女的啊，都是情侣啊，啊肯定不是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件特别过分的事，说就是他后来不是要到学校去准备考试嘛，嗯，然后他提前就去了，结果呢，他去学校的当天晚上，他竟然连夜赶火车去找他的那个什么女同学。那件事是不是事出有因？那个女生我认识她很久了，然后关系都特别好，之前你也知道，你我跟你说过了。然后但是当时人家在外地，小姑娘在外地上学，对不对？当时那边也没有亲戚朋友啥，打电话给我，当时爹妈那边哭特别伤心，说自己失恋了怎么的，特别伤心，我怕再干啥事出来，过去看看他，安慰安慰他怎么了吗？那后面是不是怕你担心，怕你误会，都给你一无是解释清楚了，都给你解释干净了呀？是你是跟我解释，可是你是什么时候跟我解释的呢？你发生之后你才跟我解释，你就是因为心里面没有我，所以你事前根本就想不到我，等到后来了哦，哪一天就想起来就跟我说了，而且。你就那么心疼他，那你连夜你赶过去找他，你就没有心疼过我吗？他是你女朋友还是我是你女朋友呀？你就这么不爱呀？反正那一次我真的特别伤心，他就是心里面没有我他才会做这些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那要不咱们就冷静一段时间，再考虑考虑我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吧。你这么说完以后，我是不是特别着急？然后我就买了飞机啊，赶紧从学校就赶回来，我给你道歉、啊、把事情给你解释清楚了呀。是，确实是的，我就感觉他可能心里面还是有我的，我就说我们要不就和好吧，先再走走看吧。啊，可是越走到后来就慢慢的发现他压根不让我进入他的世界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想着我要不要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一玩咋的，我一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各种理由拒绝，就不让我跟他们见面。我之前就平时出去玩的那些朋友，那都什么朋友啊？就打牌，一起出去打牌，一起出去打游戏，那干的都不是正经事儿，带你一起去。就打牌打游戏，你的朋友都不是干正经事儿的。他就那些朋友。哎，那我特好奇，那你那个朋友失恋怎么会找你啊？看电影怎么会找你啊？就是平均没多少次看电影，看见他就拿出来说嘛。问你这朋友的事儿，朋友有朋友吗？有朋友啊，有朋友怎么没见过呀？见过呀，他见过不少朋友，就是咱们之前同学嘛，然后我跟那同学关系都特别好，我们之前关系都特别好，都是铁哥们，然后出去玩他们又一起的，然后有一些。那你这就诬告人。丘比特问卷，男生啊。
看到的场上的两个人是这样一个关系，女孩一直通过任性来索爱，你为什么不关心我？而男方呢，一直信奉的是简单思维，啊，放养，实在这边饿极了，给两口。然后你会觉得，哎呀，实在不行，该分手了。你觉得他怕分手吗？他不怕的，因为你一哄就好了，他不怕分手。那么，男方他总说无所谓，这是小事儿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他所有说的这些无所谓和小事儿，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。你谈过几次恋爱了？前几次为什么分手啊？住在一起两个人不合适，然后后来就分手了呗。也是人家闹分手吧？有。你前几次对女朋友也是这样吗？不冷不淡的？那也有比较甜蜜的时候。也有比较甜蜜的时候，对。那恰恰这样对比下来的话，我相信现在她是你的女朋友，但也不过是暂时的女朋友，平时不去经营，要分开的时候又不舍得分开，那你图的是什么呢？那我只能说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，这只是一个过渡而已嘛。生日不过了，什么小礼物啊无所谓，这根本不像是这个年龄这的状态，可能老夫老妻了可能无所谓，我们还能理解，正是豆蔻年华浪漫之际，所以小女生有点小小的要求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一般男孩是能够满足的，而且你也会，你在下诱饵的时候第一时间给人回复非常浪漫，当对方要分手的时候发现你会失去什么的时候，你也会浪漫，你不是不会，所以在你心里面他只是一个过客。那么你几次要分手，这也提醒你，你的感觉是对的，你不要为几次他所谓的亡羊补牢式的浪漫而迷惑了你的双眼。你真正内心里觉得他不应该和你在一起了，你觉得想分手，那才是你真正的感觉。既然谈恋爱吗，想分手的感觉已经三番五次出现了，那么几次小小的浪漫就不要一提了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未来还不知道被他害得有多惨。一个非常爱你的人会比你更先想到的是，我能不能带你去见我的家长，我让我更多朋友来认识你，但是没有做到这些，和他所信奉的简单思维和无所谓，这不是一个概念。所以我奉劝女生赶紧分手回家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如果你是我的闺蜜，我一定会让你离他远一点。虽然说年轻人身上总是有些许的缺点和不足，但是有一些缺点和不足是足以看出一个男人的秉性，他对你的那种即将分手的最后的那种浪漫总是让你眷恋，但其实他只是想把你先占着而已。养植物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每天浇水每天灌溉，还有一种是等他快死了的时候才弄点水进去，那只不过是让他暂时的透露出绿意而已。真正的浪漫是内心的温暖，但是他的浪漫只是手段，他在整个跟你谈恋爱的过程当中，他都在考虑一个成本问题。你发现没有，他以最小的成本来赢得你的情感，比如说我能不花钱的地方我尽量不花钱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我平时能不对你付出点温暖我就不付出，除非你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你的朋友越少越好，能不在你朋友身上花钱对于他来说是最大成本的节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当一个男人在爱情生活当中处处考虑到对你付出的成本，然而他的浪漫只是手段，你说这个男人有多爱你？你就像那图书馆用书包站着的座，他只是想站着，但他未必珍惜那个位置，你不明白？男人愿意为女人花钱并不一定代表他爱她，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根本不愿意为女人花钱，说明他根本不爱她，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不值一提的。
只有在你每一次闹分手的时候，他才会暂时哄哄你，搂搂你，抱抱你，骗骗你。所以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在他的心目当中不珍贵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找一个懂得疼自己的人，珍爱自己的人，你说呢？就这样吧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如果他要是就是我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感觉确实一直都是我单方面的一直在付出，然后他的刚刚老师嘉宾们说的，我觉得真的都是挺对挺在你的，我真的是要好好的考虑我们现在这样了。就那我有可能之前我就是有可能做事儿不太在上心，那我愿意反省，我愿意以后就是对你付出更多，更在乎你，然后我觉得也不要就是什么分手什么的，我俩在一起其实挺好的，我也以后愿意就是对你更付出一点，你说凭什么过生日陪你一起都可以，花更多时间陪你，那朋友什么的都可以不往来了，对吧？也就是反正我希望我俩还是能继续在一起吧。这话听着特耳熟吧？有点耳熟，挺耳熟的。不是有点吧，只是场合不一样。回吧回吧，两位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感谢一下年轻恋人自己的选择吧。